宝做报警，油菜花开。买流花蚀钱，你一定会唔开心。但系嚟到呢度影油菜花就一定好开心啦。呢一度系自力村，油菜花田嘅面积差唔多有三个香港迪士尼公园咁大啊！一片金黄色嘅花海真系好靓呢。油菜花会一直开到月底啊！喺花田影完靓相之后，就可以去锦江里参观碉楼啦。碉楼系昔日居民为防土匪抢劫而建嘅，由有钱嘅回流华侨兴建，全部都美轮美奂噶。一睇呢个窗就知道系咁用噶啦。醒目，呢一个叫做枪眼，用嚟射击远方嘅土匪。而家碉楼多数都雕空咗，当中必睇嘅系全开平最架势嘅碎石楼，有九层楼高，里面嘅家具仲保存得好好啊！可以睇到金山伯收藏金条嘅金山箱啊！有花有碉楼，好过你供一世楼啊！